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培侨中学的中午学生陈曼玲，然后今天也特别开心能够参与这个交流活动，然后在我中三的时候，我也是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带着我的梦想上先锋的征文活动，并且非常感恩能够获得横笛云陈东叔叔给我的回信。你在信中提到的说，生活就像天空一样，这是因为有着阳光、雨水、风雪和雷暴，才让它变得丰富多彩。这句话也一直鼓励着我，不管面对是学习还是生活上各种各样的状况，都能够以一种很平和的心态去面对它。这个前面是相隔400公里，我们通过书信的交流，当时我收到信件，我一读，哇，这个文采太好了，比当初的我强了很多倍，觉得写得非常好。今天终于我们俩这么近距离的坐在一块儿，400公里一下子拉到这么近，我觉得是航天啊，是载着航天把我们聚在一起。想法有共同的梦想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美梦成真。